你噶啦，睇清楚呢兩個，我哋特登清楚。好，輪到 the cat， 係啦 ，the cat， 嗱。要練快少少啦嚇，因為我哋仲有一首歌啊。咁嗰首歌我哋可以同步進行嘅。嚇、啊？係，因為嗰首歌係同呢個 style 唔同。錯。係咩？邊度錯啊？全部錯。呢隻手首先擺開佢先啦，唔該。你都唔用係咪？係。D。要顯。呢個咩嚟㗎？再是兩個跳音，你如果個音不熟，你根本行不到呢一句。你個音熟不熟啊？點解唔熟啊？你有冇練啊呢首歌？有，點解你練咗呢啲嘢出嚟啊？
我講咗呢一首歌唔可以再拖噶啦嘛，你仲有一首歌我哋九月份要完成啊，你十月十號考啦，我哋仲有一首歌啊，而家呢個 moment 應該三首歌啲人齊曬係執緊個尾噶啦，點解我急你唔急嘅，我好急啊而家。不是每個星期，哎，你是有進步，我不是說你沒有進步，但是你新的東西你都要逼自己是練多一點，那些音我已經盡量是寫完給你的了，我不會寫些音名的，我是告訴你什麼時候高什麼時候低什麼時候隔音什麼時候是 step 的嘛。我再說多次這一句，我今天不是只去到這裡，我要加上去的了，OK， 你由呢度开始帮我逐个音去睇，所有嘅连音高音即刻加落去，唔准拖。嗱，第三次啦，公堂嘅第三次讲跳跳落啊嘛，噔噔噔。开咗。繼續，再嚟個第一個音唔準跳錯。個尾字做咩事啊？個尾字都要跳啊！放鬆，這一首歌反而你是要扮緊那隻貓的緊張的情緒，想捉那隻雀仔，不是投入的那種搖的 motion， 所以這件事你戒了先。剛才那首歌你有少少搖動，我覺得 OK 可以加下去，可接受，你不是太過誇張，因為剛才那首都不是搖得太誇張的，應該 OK？ 除非你說我幫手搖，我就知道那個音向上向落，那我就阻止不到你，但是如果可以的就不要搖了，行不行？ OK， 再來多次，你第一個音不要彈錯，行不行啊？是個 D 來的，都要啱曬咯。
住咧，佢係跌低一級，係一個 A 零嘅，彈咗噶啦呢個已經。呢嚿你行咗啦，而家我要行下一嚿，下一嚿咧就全部俾佢低一級。系，俾我杀你啊！哒哒哒哒，错音。呢、这個 F sharp 低一級係咪 E 啊？係啊，記唔記到啊 ？OK， 你下堂唔準再彈到呢啲咁嘅嘢俾我啊嚇，加埋左手。你咪辛苦咯，你要成日过嚟。我哋一个礼拜一次咪几好？如果我哋去到你九月份开学，你又要成日叫妈咪或者叫屋企人抽时间过嚟，你又辛苦，佢又辛苦，我冇所谓啊。我唔想你辛苦啫嘛，我哋讲好咗噶嘛。咁但系我每个星期俾你嘅范围，你要练好俾我噶喎。就算我未睇手冊，我都知道我今日唔係教你呢一句啦，應該係咪啊？我應該係開始呢一句噶啦嘛，半個鐘冇半個鐘啦，我當十五分鐘啦。我哋都係磨緊呢一句，咁我點樣教下邊啫？我點樣聽 scale 啫？如果你我而家唔同你温熟呢一個，你翻到去你又唔識練，你下個星期又有個藉口話我唔知咩音啊，練唔到啊咁，七日嘅時間就係俾你咁樣浪費曬咯。而家暑假應該你最多時間練琴噶嘛，你九月份又要忙開學，又要忙課外活動，搞課外活動，跟住再過多一個禮拜你就考試啦。咁你考啲咩翻嚟俾我啊？想？仲有喎、哦，
我不是嚇你喎，呢個 syllabus 你用埋今次嘅啫喎。你如果 touch wood 真係唔得嘅話咧，你要重新練過嗰啲歌，唔係好似啲人講過話可以 retake， 係可以 retake， 但係你個問題你要再重新練過其餘嗰三首歌，另外嘅三首歌，唔係 retake 翻呢三首啊。你明唔明啊？你明唔明你呢次10月10號嘅嚴重性喺邊度？你冇得 retake 咯，就係簡單啲講。咁你愿唔愿意花你而家六个星期嘅时间努力埋佢，冲刺埋佢，好过我哋事后之后再谂，唉，点样再 retake 咧？又系 grade two 啊咁样。你明唔明嗰个严重性啊？即系你以为 fail 咗，我哋可以 retake 就得噶啦。你仲要白费咗你个心机啊！呢半年嘅心機，我哋比賽又係呢前面嗰首歌預備得咁好啦，你個心機白費咗，你唔可以用頭先嗰首歌嚟到喺考試度攞好成績咯，要重新再花嗰啲時間練啲新嘅同等級數嘅嘢咯，我等你唔抵啊！我對所有學生呢首歌呢一個級數嗰啲都係咁教，點解人哋得你唔得？你花多少少心機落去練琴得唔得？我唔要求你完咗個堂，翻到屋企個七日廿四小時，每日咁樣幫我練，我唔係要呢樣嘢。你自己分配好個時間，譬如今日，我唔知你陣間玩唔玩。我當聽日星期一，你仲係假期嚟噶嘛？仲有兩個禮拜假期嘛？啱啱先？你每日喺呢一首歌或者喺鋼琴上面，你花一個小時得唔得先？你有進步，我哋慢慢減時間咯。而家我哋非常時期，咁我哋就要非常手段噶啦。你個問題係練得唔夠仔細，練嘅時間唔夠多，我哋就要針對呢兩個問題咯。不够仔细，我堂上面帮你咯。不够时间，咁即系靠你自己噶啦。或者你学你中意嘅，你咪日日朝早过嚟，我朝早我有时间，你日日过嚟我陪你练琴咯。但系你自己辛苦，系咪？我而家。收回我情緒，我不鬧，幫我努力埋下面那段好嗎？ OK， 嗱，對位呢度頭先你有個問題出現咗噶，佢呢一個你見唔見到咧？你頭先分手嘅時候，你係識得彈不時調音啊嗎？呢個是不是調音？你睇清楚，佢是不是調音？是，咁即係話你隻手要點做？一個手落，一個手起。連埋前面咯，聽得到？明唔明啊？即係好似人哋嗰啲咧，玩嗰啲 strings 啊，嗰啲弦樂嗰啲咧，勾嗰條線啊。平時嗰啲弦樂我哋拉噶嘛，二胡嗰啲都係拉噶啦。你唔理中樂西樂嗰啲，逢親有弦線嗰啲係拉。有支弓拉，咁佢哋有啲玩法係好似 plug 嗰個線咁勾上嚟啊嘛，你就要好似個琴都得噶。我哋彈琴嘅方式同你營造出嚟嗰個聲音效果咧，其實都係相對嘅。頭先我個手係柔軟彈上嚟。咁我哋聽出嚟個聲效就好似人哋甩嗰條線咁樣咯，係咪？你要做呢個效果，兼且你兩隻手係做同唔同嘅嘢咯，一隻手落，一隻手就要勾，你當勾條線上嚟啦，點都好啦。總之你要聽到個聲音效果，你要放開你個耳仔。點解成日我講呢個位我第三次提你，你唔跳，你都冇用你個耳仔去聽，你梗係唔知自己有跳定冇跳啦，得唔得 ？OK。咁所以呢度你對位啦，上次畫咗俾你噶啦，對位你應該識嘅。
OK， 跟住我哋由呢度开始啦。佢又系有个啲音嚟嘅。嗱，今次咧，头先你就 MP， 我当你头先个力系 MP， 佢而家 P 系大力啲定细啲啊？细啲。细啲，因为呢个我相信你学校嗰个音乐堂应该有教嘅，系咪啊？冇教。细啲嘅呢个 P 细啲 ，M 系就要中等大声少少嘅。OK， 咁所以你就要细力分啲啲咁多，系啦。系啦，跟住就唔同噶啦，完咗啦，跟住之后呢度又唔同啦，我就讲咗啲咩咧？全部系。大部分是連音，但是每一組的連音你就要起一起隻手嘅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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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呢個係 B 嚟嘅，呢個冇噶啦，呢個你彈咗噶啦已經。呢個彈咗噶啦，你落咗去啦嘛已經。係啦，咁你由呢個三嘅 B 開始。三四。起身，唔系，个三冇嘢嘅，个呢一个三起身啫，佢尾嚟噶嘛。你明唔明咩叫做起身啊？系，记住啦，哒哒哒哒，叫起身 ，OK？ Yes， exactly， 做得好啊，哒哒。阿細佬，今天你給十五分鐘哥哥啊啲時間。得啦。呢個是 A C。O K， 做得好。B A， 麻麻地啊，聽唔到啲聲。好。G B。少少喎，得啦，好，跟住就即刻落個 A 跳音，系，跟住 F sharp， F sharp 係長音嚟，跟住就係 G 跳音，系啦 ，good， 左手咧佢就係呢個冇變，呢個冇變，呢個冇變，我畫埋對位線俾你，翻屋企又係對咗佢。咁你記得我講過啦，嗱呢個最難啦嚇，難咧唔係在於對位，難咧係在於咧佢右手咧係一個頭先你彈嘅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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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四二二二啱唔啱？四二二二咁樣分組啦。然之後咧個問題在於佢嗰啲左手嘅跳音，佢唔係跟你四二二二咁分配啊。人哋就係好穩定嘅 plug 嗰條線咧，就係一同二，一同三，二同四係休息嘅。佢固定咗噶，左手佢嗰個 pattern 佢唔會改啊，得唔得？佢幾時改呢？呢、這個臨尾開始改啦，跟住去到呢度改啦，二同三，二同三，二三四，即係你今日要學嘅嗰段。OK。好啦，然之後呢個好容易嘅咋，佢去翻高音，你揾唔揾到呢兩個音啊？俾個提示你，呢一條線係 middle C 嗰條線，即係 middle C 嘅兩個朋友。middle C 嘅兩個朋友啊，係跟人哋手指，人哋俾個三五你噶，啱。
正常嚟㗎，係啊。我想问最低个音，你佢唔俾手指你，你通常用乜嘢？佢唔俾手指你啊嘛，要你自己揾。最低个音你用咩手指？一手指。一手指咯？点解你摆三？系，冇错。一三。一三。冇理由揾唔到噶，佢呢个落，呢个落，呢个位置，你再摆翻呢个俾我睇。我再讲多次，唔理每一只手啦，两呢个尾指位置。你而家弹紧嗰两只手指系落啊，你唔系呢个理解能力都冇啊。落，尾指都话唔喐落，系啊，跟住落啊，头嗰两个音落，你唔好你将个手指同你个音分开，我而家系讲紧个音你要落啊，唔关你啲手指事啊。你而家系呢两个音啊嘛，落咪即系呢两个音咯。你系咪谂咗你个手指啊？头先我永远讲紧所谓上落咧，系讲紧个音。啲手指你得五只手指嘅啫，你得五只手指嘅啫，你要自己去分配佢，唔系喐你啲手指叫做落。你明唔明我讲吗 ？OK。这个技巧你会用在哪里啊，哥哥？你还有那两本书我们未开的，是不是？我们之前练过一点，你有一本书叫做 Sight Reading， 考试其中一个范畴来的。个考官会给一篇东西，你是两句句子，个长度大概是四个小字到八个小字，你要即刻预备给人看的。我平时教你看谱的技巧就在这里，但是你 apply 不到给我的，为什么？我问你一点那么简单的东西，你就已经停了在这里了。咁你點去考試啊？又係，我唔會俾本嘢你去練啦。咁樣，我平時教琴嗰時候已經教咗噶啦，呢啲已經。我教你點樣去上同落，就係教嗰啲嘢嚟噶。跟住我提你大細聲 ，MPP， 我就係提緊嗰啲嘢嚟噶。我唔使特登俾本練習你走去練，自己練跟住彈翻俾我聽，冇意思嘅，你都係唔識。但我上堂講嘅嗰啲細節嘢。你要記得先得噶，明唔明啊？呢個嗱，呢個你可以點揾啊？你揾咗呢個啦嘛，咁你睇下佢同佢嘅錄音一樣先，唔一樣噶喎，佢比佢係低一個格啊。Space 落一個格，呢、這個音我哋叫做 skip down， 你記唔記得啊？好初級嘅時候，我哋學 skip 啊、step 啊嗰啲咯，呢、這個咯，係咪啊？嗯，係啦，咁你咪揾到佢咯。跟住你揾到個 C 啦 ，C 唔使講噶啦 ，C 大家都識噶啦。唔係分開，細佬唔可以有聲音噶嘛。呢、這個係 G。不要用5啦，因為大家的距離不是那窄呢。I mean， 它的距離是得那麼多，你逼住你的手指這樣很沒有意思的。一同三啦，不如。跟住你可以彈這個啦。E 啊嘛。pattern 老師即係噔噔噔噔噔，不過佢係調咗個，即係將成個
嗰個 keyboard 咧，本身你由呢度開始，而家移高咗咯，移高咗你嗱。如果我哋當係情景，好容易記嘅啫。只貓近咗或者遠咗，講緊個距離咯。個聲音大，即係高音咗啊嘛，一定係個距離有唔同啦。佢唔係仲係嗰個位置度浮遊住捉緊只雀仔，佢一定係行開咗噶啦，近咗你或者遠咗你 ，whatever 唔緊要。總之個 distance 係改咗咯。咁而家你就呢個開始咯。你要記得你頭先行過個聲效係 ba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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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ng， 類似呢一啲咯。繼續 ba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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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ng。你可以揾音，亦都可以用你之前記得嘅音嚟到去彈個距離，全部一樣嘅距離。係啊，接近噶啦 ，C 啊，係，跟住就 sharp。喂，哥哥，你又過分咗咯喎！你呢個係你啱啱彈得啱，我講咗啱噶啦嘛。呢個就喺人哋嘅下一個 step， 你同我跳咁遠。你又唔記得咗個 direction 啦？我有一堂 spend 咗啲時間同你講我哋嘅方向噶嘛？人哋五線譜落一級就係向我呢個方向叫低音啊嘛，係咪啊？我冇講過啊？我哋用咗一堂時間同你喺度澄清翻呢個方向問題嘅喎，我同你個方向應該要一致嘅喎。又唔專心睇啦，你呢個位係嘛？跟住咧，又 skip up，step down， 呢個 pause 唔好。这个什么音啊，你不要估啦，这个是 C 嘛， C 是不是 step down 啊，sorry skip down 啊，跟着再 step up 啊，行不行？ OK， 好了，加上左手了，我要这两个音的，因为它是同一句句子的，行不行？ OK， 放手，它没那么长，两拍啫。好，呢两个好简单嘅啫。呢、这个得噔，佢冇音嘅时候，佢就入嚟嗰两拍二同三。咁呢两个系咩音呢？低音系啱嘅。收啦，我想你坐梳化啦，我唔想你个头揸只眼睛。哪两个啊？错。喂，两个音都找不到，不是吗？左手啊，你想想你怎样做功课的，你功课做得很好的、啊、什么音啊，那两个快点行不行？不是 C 啊，没有 C 啊，嗯，哪个一点啊？ OK，
琴上面咁多嗰啲，系啦。上面的對位法是一樣的，兩個對一個。因為這裡呢，我剛才就說了，它是抄上面的 pattern 的，個音都是似的，你看你聽得出，但是位置開始會有不同。 OK， 陣間呢你休息時間你不能看 YouTube， 你要幫我 A2 所有音全部找出來，我給支鉛筆你寫下它。這首這一首整首你認識的那些，例如你認識 F 的，你很有信心知道它是 F 的，你不需要寫。 OK， 不認識的那些你要慢慢數，即是你一看下去我就覺得不知道那個是什麼音，所以想老師告訴你知道，但我不會告訴你知道的。 OK， 你自己慢慢數，數完之後寫出來，我給鉛筆你寫，因為慎防你有錯。而寫的方式我有規定的，我要這麼小粒，我要是寫在個頂頭，因為要留一些位置給我們編配手指，由頭到尾寫出來，你有半個鐘，半個鐘頭多少少時間寫啦。 OK， 這個是你一陣間的堂課。嚟緊如果你表現堂上表現，即是我覺得你練琴練得不是好的，我都會有這些工作給你做。你如果想輕輕鬆鬆是等細佬的，得你回到之前的狀態，即是你所有嘢，你屋企預備得好好，喺度上堂係好 smooth， 你唔需要俾我係勞氣啊，或者係我有嘢話你嘅。我教你係正常，但係你成日錯，你唔我教過嘅嘢，我就覺得唔啱咯。你唔啱，得唔得？因為教咗你應該係覆俾我聽，係我係俾一啲更好嘅意見你啊嘛，唔係再重新講過啊嘛。
我都唔係第一堂咁樣語重心長同你講，今日係稍微嚴厲少少咁樣同你講，因為我覺得我唔俾壓力你咧，你就真係唔得噶啦。你十月十號考試，但係我哋嘅 mock exam 係九月三十號。OK， 九月三十號前你要預備好曬，得唔得？我嚴厲，我嘅目的得一個，係想你好啫。我一定唔會係想你差。OK， 得唔得？好，咁你覆多次個 scale 俾我聽，跟住我俾多兩個 scale 你，今個星期翻去練，唔係淨係練歌㗎嚇。Scale 背咗未？背咗。Good。彈曬俾我聽，全部彈合手。嚇？嚇嚇即係咩意思？咩啊？有啲背咗。唔係，全部彈合手意思就係你學咗嗰啲咯 ，G major、D major、A major、F major 咯。嚇嘅意思即係咩啊？我唔明。背一啲。邊啲啊？我有睇嘅，啱啱睇到手冊 A 同埋 D， 我叫話可以睇過嘛，但係今個星期要背咯喎。得唔得 ？OK， 好，全部彈合手一次俾我聽。
首先我聽到有聲嘅。得啦，我唔留難你，我再講多一次俾你聽。Scale 你一定要背嘅 ，OK？ 而背嘅定義咧，就係頭先你 G major 嘅速度唔可以唔接受呢一個咁慢嘅速度。第二，你個手指必須要啱，唔係我提你，你先啱。冇人係喺你耳仔度播幾時要轉，幾時轉三，幾時轉四，你全部都必須要自己記得幾時三，幾時四。OK， 好，第三。Scale 的 syllabus 其實不是很多的，就是你現在你不要看到它那麼複雜，只要你跟著我的科去學去彈去練，你就一定得，就算你現在開始都得，我不是想給壓力你。 OK， 首先 Major Scale 這一版我們全部教完，你跟回你剛才講的 G Major 一個 sharp， D Major 兩個 sharp， A Major 三個 F 是一個 flat， 做隻手指去這樣練，這樣去排兩隻手一起。拍子機我哋未加噶，我哋要加拍子機噶 ，OK？ 每日幫我每一個 scale 練十次 ，OK？ 一定會超過一個鐘噶啦。如果你首歌又係咁樣練 ，scale 又係每個練十次，你一定係超過一個鐘噶啦。你自己預咗啦，預下啲時間啦。跟住你啱啱你話好有信心嗰、那個，我相信你係彈緊所謂嘅 arpeggios， 但係個考官未同你講 arpeggios 嘅時候，你係唔准彈噶。佢講 D major scale， 你就一定係順住次序彈嗰、那個。好啦，咁講到呢一度啦，你頭先啲手指喺度震下震下，因為你根本就唔知道自己做緊啲乜。呢、這個叫 D， 第一個音啊嘛，第三個音你係識嘅。它是叫 F sharp， 跟住它第五音是叫 A， 我只是要这三个音循环两次而已。什么要循环两次呢？就是这个一个两个第二次，就是这几个音。而手指的编排它都是 set 死了的了，一手指二手指跟住個三手指，因為你要留翻你嗰只一手指或者係五手指係彈翻個主音係嗰啲，一就係你個轉位，五係你嘅目的地。而你個左手一樣好簡單，五咯，三、二、一，呢、這個就係右同埋左嘅手指編排。你講得啱啊，呢、這個係容易啲彈嘅，梗係有信心啲啦。不過可惜你個 concept 唔清楚。你根本啲手指都唔知點擺 ，OK？ 你想快嘅得，你死記咗呢三個音啦，我批准你死記啦。平時我就唔俾啲學生死記嘅。你覺得你唔想諗咧，你就記咗呢三個音算啦。G B D D F A， 我俾埋個 A 你 ，A C sharp E D minor 同佢係好似嘅，冇咗個 sharp 啫，佢同佢好似嘅。多了個 B flat 就是這麼簡單，手指是沒變，背曬佢咯，就咁練，得唔得？下星期幫我交課的就是所有 major scale 背曬出嚟，所有的 arpeggios 背曬出嚟，分開兩隻得噶啦，呢、這個唔使合手噶。頭先你錯咗 concept 啊，佢係同你講分開兩隻手得噶啦，佢唔會叫你合手，合手佢係講錯咗，應該唔會噶，得唔得？但係嗰個 scale 就一定要咯，一定係合噶咯。呢張牌你今日揀得啱啊 ！Oh my god， 我真係想 Oh my god 咯！你揀得好好啊！你知道我一定俾我話噶啦，今趟係咪啊？亂咁抽，但你抽得非常之好，呢個係我俾你個忠告。OK， 你再唔好好地練嘅話咧，你個考試就係 Oh my god 噶啦！收到。嗱，今日我真係好嚴厲咁樣去同你講啊！你唔好再要我急你唔急嘅狀態啊！你剩翻暑假呢兩個星期，唔該你好好地練啊，得唔得？咁你而家你知道自己冇 break 噶啦，你要去 work out 你自己 A 嗰首歌所有音啊嘛，係咪 ？OK， 好。